官方摄影出现。好，右手边再帮我看一下，右手边。好，最右边。来，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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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回到中间前方一下，谢谢。好，在中间官方摄影，谢谢。好，最后帮我拍一下左手边，我们左手边还没有拍到哦。好，最左边。好，都拍到了，谢谢。好，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拿一下讲座，然后递上麦克风，然后我们请顽童 MJ 一六和我们现场媒体朋友们先打声招呼，谢谢。Hello， 大家好。Hello，Hello，Hello。大家好。Yeah。这个顽童 MJ 一六特别谢谢你们，因为这个次 HitFM 的颁奖典礼为了我们的舞台又再一次的合体，因为本来是说啊，在这一年当中可能会大家想要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自己推出一些东西，结果又为了我们好像等于是说啊又要再一次的 合在一起，然后其实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真的还是很喜欢在三位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些音乐。对，其实也很感谢大家觉得喜欢我们在一起啊，对，然后。真的原本想说可以很潇洒的丢一句话，说要我们单飞，然后我们就撤了这样，然后结果又回来了。但是真的很谢谢 HitFM， 一直以来都真的对我们照顾有加，对。然后其实我们也真的很开心可以又来参加，然后很像个 party， 对啊，就大家都后台打，后台很多朋友啊，然后大家招呼聊聊天这样不错。在后台刚刚有遇到哪些朋友吗？有儿轩、丁宏。丁宏，然后 Julia， 就是等还有很多。刚碰到大部分都还是比如说什么 R&B 啊，然后嘻哈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多的，就会会特别对其他的我不认识，死不熟啦，不认识不熟，所以希望有机会的话，有很多歌手他们在后台的时候啊，会借着刚好就是可能交流啊，然后聊一聊，发现其实蛮聊得来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歌手们互相合作都是在颁奖典礼后台，或者是一些音乐节的出场。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好好的在我们后台跟我们其他的这个音乐人们一起好好的交流。那今天也特别谢谢顽童 MJ 一六拿下这两个奖项，也特别为大家再度合体，谢谢你们，谢谢顽童，谢谢。